对头，甲咱看到尾吼，哎，真正有够好安尼吼，啊，我还是最爱你安尼吼，哎，你都没爬爬照的吼，哎，他只要哈来到现场架设好他的摄影机之后，啊，他就不会移动了，都不会移动，那上厕所怎么办？哎，伊个坑的啊，继续弄啊，伊个去边啊，查甫人哦，足方便的，你知无？哎，查甫人边啊，那草埔啊吼，树啊长，哎，拖落来揪出来，咻个棒安尼啦，啊，无啦，哦哦哎，伊个。摄影师大哥讲，伊的素质无遐歹啦，嘿，伊拢阁行去便所房安尼啦吼，哎，啊，会记得啊，等下啊，看下去便所迄间有好甲伊收起来安尼吼，哎，收起来，哎呦，我咧讲迄间吼，价值侪钱咧安尼吼，来来来，哎，我们粉丝大哥非常的好，然后看到我们的美女呢，都当我们吼第一线最棒的粉丝啦吼，马赫利刚才有那些粉丝的支持，来，所以呢，我们舞台上的小的美女啦吼。诺伊三号尽情的发挥他们的所能哦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因为有因的翕相，有因的录影，咱才有机会看到吼，我们的缺点在哪里？嗯，对，哎，像因啊，哎，我拢会甲因偷影片，哼，来看，回去就是看，对对对对，看啊，讲哦，哎呦，我会看点着，哎呦，唔过个足讨厌安尼吼，哎，偷十个十个偷来看，拢无缺点安尼吼，哦，我拢安尼，哎呦。加水呢？哎呦，哦，看到我家己拢爱一直送开，一直送开安尼哦。哎，所以哦，从迄间开始，我个拢不爱偷安尼哦。哎，因为哦，我已经够爱我自己了啦。哎呀，我更爱自己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惊讲伊啊，佫传来哦，我拢哦，甲我所有的爱拢爱我家己，拢无去爱别人哦。你无去爱别人嘛，是一种。错误嘞哈，系啊，就少了一个人机会来爱你。啊对啦，系啦，少了一个人来爱我们，就少了一个男可以啊不不，少了一个男朋友啦，系啦，哦哎呦，虾米恭喜恭喜恭喜，嘿嘿，老高，讲无啦，我未使讲伤粗啦。嘿啦，我的意思就讲哦，我若拣一个人爱吼，我就拣一支。好用啦哈！啊，不过我看头前有小朋友哈，哎，我个吼，安尼哦，硬转嘛，爱给转过来安尼哈，对对，哎，兼且男朋友好用安尼啦哈，哎，所以哦，非常感谢我们哦很多的粉丝啦哈，非常感谢你们的对咱舞台上的美女的支持哦，感谢你们，有你们真好哈，真的很谢谢你们啊，包括我们这一位哇。今天蛮超久的啊，你好，哎，这个也超级久的，好厉害，哎，因为哦有很多的新面孔，哎，都有看过，可是不认识啊，啊，你然后咱较早期的哈，哎，就有略认识一两个这样子，哎，阿姆哥哦，哎，我来讲，今麦出来大家拢大哥啦。哎，统一叫大哥啊，你好，哎，因为你也要叫我哦，一个一个点名，实在点不出来。真的没有办法啦哈，可是呢，也要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哦。底下独钓刚想那些摄影师大哥以外，也要感谢刚想的新增啊，咱三太叫，咱所有咱的罗哈将神仙代表，来今天哩哦，半价光临来看到咱今天哩咱哦的空了暗会啦哈。来底下呢，非常的感谢您哦，谢谢。来，我都想好介绍过来，我们的小姐今天要安排我们的辣妹钢管。那在这个阶段，再让你唱一首歌就好。好，一首歌完毕，要来安排我们的辣妹钢管。我们的小姐也非常的不简单，然后主播喜帅的其实是在吉普车上面。对，哇，现在呢，从吉普车晋级来到我们的定点舞台了哈。非常厉害，没关系啊，人哈不要一次做到位。哎，按慢慢啊，慢慢，哎，刚好咱进步的空间啊。哎，像阮老母拢甲我讲，细汉的时候拢甲我讲，你千万唔通甲我考一百分当来啊。我奇怪，哎，大家拢嘛讲，嘿呀，大家唔是拢讲，哎呦，你考试要考第一哦，要考第一名哦。奇怪，阮妈妈吼拢无叫我考一百分。跟你讲有及格就好。我妈妈讲哦，上加60分啦，有及格。啊，你若超过60分，妈妈加伤济啦。哎，去伤囡仔人，那也不知讲妈妈的用心良苦在哪里。哎，就不懂嘛哈。
到一直到咱大汉的时候，咱才知影讲，妈妈要让咱有进步的空间，要有进步的空间哦，你不要一次哦达到最高。对，那如果呢，有时候呢，一个无细腻啦，卡啦打出去啦，噗一个哈，下来安尼会出大个，所以哈、哦，我妈妈拢甲我讲，考试哈未使考一百分，你若考一百分，但系我要甲你讲哦。我哈，考一百分爱跟我讲，我讲阿妈妈，我也考零分嘞，零分嘛赶快讲。就是考六十。他就说刚好有到那个及格，因为安尼要靠进步的空间嘛。那这个考六十分，我们段考都三次嘛。第一次段考我们考了六十分，第二次我们考了七十分，第三次我们考了八十分。到了下学期，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。所以哦，不要哈、哦，不要哈、哦，让自己的那个要求太高，慢慢来。像我们的小杰伊玛西赶快，从我们的吉普车辣妹啊，一直晋升，来到我们的舞台上，我们的定点舞台。安尼北拜，再加油，好不好？都有进步的空间，不一样的环境，不一样的感觉啦，哈，因为哈，咱做舞台上免拍鼻头啦，做吉普爱拍鼻头啦，哈，所以哈，我们呢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我们慢慢的晋升，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，谢谢。那么呢，这个阶段呢，再让我们的小姐安排好听的歌曲，谢谢带来五亚岁上和大家，哇谢谢，安排好听的歌曲五亚岁。大家赚钱啊，赚水，谢谢你，彭阿兄，谢谢。来。